这个是什么星？小行星。木星，你看，可以这样算。亮晶晶。我发现星空的美好是，大多数的地球人所不知道的。每个人都把自己放得很大，然后却忽略宇宙的存在。我很希望能够到学校外面去推展星空的美好。上一次我们有看过太阳黑子，对不对？上一次的太阳黑子比较大，今天太阳黑子比较小，但是那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要让你知道太阳表面有黑子，而且黑子会不会变化？会，黑子会变化。这种天文活动或是天文科学教育，不是我当老师的工作的职责。然后能够看到那孩子看到星星的那种亮起来的眼睛，啊，那就让我们知道说自己这样做是值得的。